我要拍要去楼顶啊，还不赶快？还不赶快上去？可是要付门票哎。哇，拍要去楼顶啊，还不赶快上去？可是要付门票哎。我要拍要去楼顶啊，还不赶快上去？可是要付门票哎。哇，三分钟五百块，那是什么活？那是诈骗吧？诈骗？三分钟五百块，诈骗太便宜了。哦，三分钟五百块，一个小时可以赚多少钱？那就是个诈骗。为了三分钟才赚五百块就要去坐牢？三分钟五百块啊，啊，你如果坐一个小时可以赚多少钱？ 这很赚耶，太少了，三分钟耶。